講而家電視台啲節目點解咁差喎？都冇人投資俾錢，個人個蝕本點？因為呢樣行業好慘嘅，你有廣告商有剩有錢賺，我咪再投資多啲咯。你冇嘅唯有一路一路縮咯，係嘛？而家廣告上曬互聯網啦，一路一路縮，咁你咪又而家你一打開電視台，六啊幾歲啲阿姐都去做嘢嘅，七啊歲啦，汪明荃阿姐啲老撚到係咪？鄭如玲嗰啲都六張過外啦，仲喺度，點樣搞乜撚嘢？你都冇新人，成扎老餅，你又睇唔睇啊？係阿師奶睇咯。都冇埋冇叫助力啦嘛，已經年輕人唔會睇，而家唔會睇。同埋你整咗咁多嗰啲咁嘅影院，一上去大把電影都睇唔切。YouTube 都未睇一次啦。咪咯。聽郭信差嘅節目未聽得曬。幾百集啊，聽講。嗯。每日嗰個大細超台啊，好多台友都話睇唔切㗎，係嘛？睇唔切，睇唔切㗎，又有時我哋嗰個第一樣最犀利啲新聞啊嘛，因為冇咩人跟啲新聞跟得咁貼啊嘛，香港，咁我要喺世界好多新聞台咧，我揀啲精品翻嚟擺上去，正確嘅新聞係好重要，因為誤導咗你，特別如果你投資喺金融市場啱嘛，我哋更加係㗎，嗰、那個信息好緊要啊嘛。第二個問題，問題就問曬啦。咁今晚有啲乜嘢花絮咧？今晚花絮啦，咁啊，博士揀咗啲舞蹈啦，有 Michael Jackson 啦，跟住有啲音樂啦，跟住有 Janet Jackson 啦，揀咗兩盤棋。停一停先 ，Michael Jackson 有一個最新現代版過身嗰個啦，但我揀咗一個九十年前嘅 Michael Jackson 喎。九十年代喎。九十年前啦。九十年前，有個又係叫 Michael Jackson， 唔係佢又 Michael Jackson 嘅神采嘅跳，你睇下大家，你比較下，到而家佢今日出嚟咧都唔會輸俾你，都算犀利。人類喺某個方面冇點樣進步過，九十年前嘅 Michael Jackson， 都算誇人像。冇進步過啊！如果你話講嗰啲誒武林啊嗰啲，就更加退步添啦，係咪？後繼無人。後繼無人，好大鑊。仲有啲咩節目？跟住咧有博士嘅慧眼觀世界，同埋嗰陣時亞洲佛教和平大會嘅講話。呢個又接耐喎，唔喺花絮喎。呢、這個講話，呢、這個喺 YouTube 嗰度嘅，放咗喺跟住。播翻落去喎，即刻！大家要聽一聽嘅，有時間。因為以前咧就有文字登過咧，啲人或者唔會睇咁多。我哋有個同學，有位莊小姐同學咧，就將我嗰次講話咧用廣東話念出嚟。嗰次講話咧係轟動成個財軍大會啊！我當年南華早報登過出嚟，廿幾個國家啲政要啊！連東正教嘅大主教都有簽名支持我嘅論點，嗰次係我喺人生上一個好大嘅突躍啊！即係去到我世界舞台咧，可以咁轟動。我講嗰個和平嘅觀點，人類去走和嚇。我係臨到聽日演講，我當晚食完飯咧，即刻整一篇嘢，有啲靈感，有啲靈感。所以講完話之後咧，就有個印度王子做大使嗰個咧，即刻通知個參贊嚟同我講：郭先生，大使話唔知道你噏乜，但我知道你篇嘢咧好精彩。佢話佢叫咗我去翻去大使館咧翻譯俾佢聽。後屘佢嚟香港談過我大使，印度駐蘇聯嘅大使。唔係印度駐蒙古嘅大使，印度駐蒙古嘅大使，所以係一個奇人嚟嗰個，我唔知佢係王子嚟，後屘先知。第二個問題冇。最後有個魔術真係唔得。好，咁啊，下一次幾多號？下一次係11月25號嘅。一
二十五號咩？二十五。哦，咁啊，廿五號見啦。咁啊，大家直話我哋講一啲嘢啱用嘅就揾方太買啦。有時間嘅就帶啲人出席嗰、那個上水嘅生日盤菜會。二十八號。二十八號，盡快報名，因為我要訂位嘅。咁啊，如果係嗰日生日嘅人咧，就好啦，希望多啲人嚟添，因為令到人開心嘛。你請阿婆婆嚟嘥七十五蚊，攞翻隻肉啊幾千蚊走嘅，咪好開心啊！生日禮物喎，點唔嚟咧？希望啲台友啊，自己跟進啲 V I P 台友。咁啊，另外咧就有緣分嘅人聽到我哋個大細招台咧，介紹啲朋友參加。聽嘅聽眾咧，如果你唔係窮到嗰二十蚊美金都冇咧，你應該要參加。點解咧？我每個月有兩日係攞到宇宙最強嘅能量咧，俾我啲台友用嘅。因為而家未來世界咧係好大衝擊，好大衝擊。特別個經濟，有錢嘅你點樣保護到啲錢唔好唔見？冇錢嘅點樣我可以多啲路數揾到兩蚊錢？有智慧就要成世。咁我嗰日我兩日嗰個集嘅時間俾人哋祝福啲屋企人咧，同埋祝福自己咧嗰、那個又同埋祖先，因為而家好少人會祝福祖先噶，有孝心嘅一年。去清明重陽啫嘛，有啲重陽都唔去噶，有啲就係去清明啫嘛。但我哋唔係喎，我兩次都對你啲祖先有用，所以希望大家參加我哋嗰個大細小堂。實際啲嗰個係社會工作嚟嘅，對我嚟講，但對我係有益嘅。點解對我有益咧？舉一個例啊！點解釋迦牟尼佛會成佛，做咗個聖人？我哋又係人，點解我哋成唔到佛咧？佢同我有咩分別啫？大家擺喺嗰個化驗機度測試一樣，冇分別，眼耳口鼻元素一樣。點解人哋做到皇帝，你做唔到咧？就分別就釋迦牟尼佢好多世。做呢啲社會工作，傳播嗰智慧嘅知識，積累咗佢嘅功德力，即係我哋叫善行嘅力，即係善意嘅力量，好多功績喺度，佢先能夠將個大腦咧推開咗，全面覺悟，就係咁簡單嘅，就唔同呢度啦。但我哋咁好運咧，喺呢啲咁嘅逆境，我哋仍然可以。又揾到錢，又賺到錢，一樣係咁自在咧。就呢個就係福氣本身就係功德力嚟嘅。我哋喺佛學嚟講叫功德嘅力。你做到好嘅功績，有個德行俾你嘅能力，感應到人。咁我哋咪靠呢啲智慧嘅常識咯。個宇宙好多力噶嘛。我哋嗰兩個時間每日。一個月兩日就睇到宇宙嗰兩個點嘅力咧，好強嘅，咁啊揀嚟俾台友用。咁啲台友聽見你唔用咧，笨柒我都話俾你聽嚇，即係話你啊收緊到資訊啦，你啊笨柒講拗頸啊，咁你試下冇笨柒噶嘛，又冇收你錢嘅，你話幾多笨柒？世間好撚多人用笨柒噶，唔係講笑噶，過門不入噶，係咪難啊？好多無厘頭嘅理由噶，佢唔同日本仔啊！日本仔就喺呢方面好犀利噶，求知欲，精益求精。佢唔撚問添啊！總之你叫揦扎粉撒下佢幾下都撒下入火，屌你坐呢我唔夠，好撚聰明啊！芥仔，佢屌我撒下扎粉入火，跟撚住個隨俗冇笨柒噶嘛，佢咁樣計數啊！我費事理你話個背後嘅力啊，費事研究啊！逢系啲日本大商社個個搬寫字樓，屌乜搞一輪嘅，知唔知啊？係啊。嚇？係咩？我哋唔知㗎，屌你係咪？
要搞一樣要搞噶，撒鹽啊，淋淋濕濕噶。香港都係咁咩？一樣。嗯。你唔搞撚個冇人入去翻工噶，屌你咩？算唔算迷信？佢唔係迷信，佢係知道咧係有種宇宙咧係人類未知嘅力。咁突然間嗰啲高人交代落要做嘅，佢有咩事底啫？佢冇時間再同你研究呢啲嘢，佢覺得誒、哎，我終於做咗咧，我就有力啦，即係講。即係等於而家你嗰啲人七月十五燒依樣啫嘛。係嘛？你特別潮州佬，你叫唔好燒衣，屌你諗到膠都一打，係咪？執你啊！折嗰啲針又折根咁，你俾佢折啊！屌你係咪斬夠你添啊？阿婆婆，就咁燒啱唔啱啊？就咁燒啦！我覺得啱唔啱啊？但係佢唔會研究噶嘛，佢日本人好聰明，佢呢一 part 咧有人研究咗俾我，照做一定冇錯。所以世間好多人咧，佢就有啲人障礙自己咧，就佢自我啊，即係我想聽你點啊？佢即係覺得自己好撚叻，佢又唔笨柒啦。我哋以前學法仲笨柒啦，都唔撚知邊撚個有料啊！咁撚多師傅喺度印度，啱唔啱啊？係唔係都學？係咪都扣兩個頭先冇笨柒，係嘛？佢啱聽嘅，我咪再聽落去咯。所以你誠心去求法咧，咁我感應到嗰啲法王見到我啊嘛。嗰、那個誠心好緊要。成個教派嘅法王，你要任何嘅法我都俾你，好犀利啊！當年好轟動。所以世間你人要虛心，你虛心咧先可以藏到萬物。而家共產黨就唔肯虛心啊！啲人唔肯切啊嘛，屌啦揾啦，呃撚到兩個臭錢，佢咪揾咯。我咪形容你共產黨揾到兩個臭錢蝕一鬼喎，呃撚到兩個臭錢喺度蝕一鬼咯，偷撚人啲嘢喎，扮撚實魚一蟹喎，係咪啊？佢係俄羅斯解體蘇聯，烏克蘭個撚個古惑仔唔肯掂。屌你阿媽！佢共產黨派人真係鬧撚曬嗰扎科學家翻去提供好撚多嘢噶嘛，所以做撚多武器就嗰陣時先有啫嘛。啱啱又改革開放揾到錢，啱唔啱啊？咁啊整乜整物，連隻咁嘅爛船都買翻去隻航空母艦，又搞一輪咁喺度吹水啫嘛。以前買都冇得賣俾佢㗎，啱唔啱？佢最多噶嗰陣時，蘇聯解體走出嚟嗰班科學家，烏克蘭啊，周圍嗰啲閒閒俾佢攞，一係恐乜啲人，有人收買佢俾錢，佢咪咩都賣俾你咯。好多嗰啲架撐咪賣俾佢咯，留低嗰啲，佢買咗曬翻咪拆輕山，即係自己做唔夠再做咯。咁而家咪做緊到鬼五下六咯。核子又唔係佢，核子係前。前咩核子之父啊，錢學森，哦兩彈，係啊，同埋仲有好多過去嘅，但係而家佢個核子靈唔靈都未知啊嘛，未用撚過啊嘛啲導彈，嗰日報紙啊洩漏出嚟，話啲導彈咧十支有八支唔撚弱嘅，咁屌你咁啊頭撚大鑊喎，擺喺度屌你諗到做樣啊咁啊撲街啦，係咪？肥仔咁咯，係啊，死咗落日本海。但你真係唔出奇㗎，如果你涉及嗰啲電子儀器咧，美國留咗幾手㗎，一干擾你啫，我撚鳩鳩佢跌撚翻曬落嚟㗎，小心！俄羅斯都係留咗幾手㗎，個撚個都，啊好咁啊，十廿五號見，25號，拜拜，係啦，咁啊，下次見，拜拜。